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体育局长洪嘉文。台湾足球需要你的投入，台湾球员需要你的热情。新的一年里，台北市邀请大家奏徽为台湾足球热情加油，也为2017世大运加油。首先先感谢这两年来对中华队不离不弃的始终的球迷朋友们。在2016年呢，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台湾，我们有几场的国际赛在我们台湾，我们希望能够拿下胜利，来这个胜利献给我们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对我们中华队的支持与鼓励。新年に向けてまずは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年1年、女子代表チームは、新しい気持ち、そして新しいことにチャレンジしてこの1年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皆さんの応援を、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。台湾足球加油、新年クアラ。嗨，国内的球迷大家好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，波比波比波比哦，在这边呢祝福大家呢猴年行大运，大吉大利大发财，猴塞雷呀！2016年啊，在这边祝大家猴年行大运，心想事成。祝各位球迷、各位足球界的好朋友们新年快乐！祝大家猴年新年快乐，行大运！